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无论在修法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危缘，都应该看作为幻化所生，本无实有。以上讲到了上述的三个方面中的前两个，应发菩提心的理由，加修两种菩提心，说下来是合菩萨戒。合菩萨戒又搁分五个方面：一、合六道；二、修学经说四法；三、修学断除一切烦恼；四、修学以正知正念度化众生；五、修学善根回向。初学六道又搁分六个方面：一、修学布施道；二、修学持戒道；三、修学忍辱道。四、修学精进道；五、修学精入道；六、修学智慧道。
修学布施度，遇菩提者应舍身，何况一切身外物。是故不忘报一熟，布施便是佛子行。如果想要得最究竟的解脱菩提果，就应该舍弃家己的身躯。连身躯既然都应该舍弃，即一切身外之物，更是应该上供下施。在布施时，应如法以三轮体空来布施，无希求未来得益善果，一种以无缘之心，必得无上之福果。修学持戒度，无戒自利尚不成，欲能利他岂可能？是故无存贪有心，护持境界佛子行。修学忍辱度，欲享善乐之佛子，一切损害如宝藏，故于众生无怨心，修忍辱是佛子行。每一位想要得到佛果的佛子，应当把一切损害看作宝藏，因此当真侪人无缘无故在害你的时，不应该有丝毫的怨恨心，
应当看作是家己修忍辱道的善缘。修学精进度，唯求自利小乘事，见情如旧投然故，为利众生功德缘，发精进是佛子行。祈求自我解脱的小乘佛祖，也搁伫个日夜精进不懈怠，如头毛倒火，赶紧想要解融合花共款，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安乐，而立志成就佛的一切功德，安尼的大事，更应该刻不容缓的精进修法，故发起精进是佛祖行。修学净律度，己知聚集之圣观，能断一切烦恼障，远离四处无色心，修习禅定佛子行。如果修行者已经了知具有极致的圣观，能断除一切烦恼障，远离无色界的四空定，即远离四处无色心，空无边处，色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，即当如理体证这个境界。
若想努力提升这个境界，必须修习止观相运的禅定。修学智慧度，若无智慧以五度，不得圆满菩提果，故具方便离三轮，修习智慧佛子行。如果无智慧，干那修持头前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五度，就不能得到圆满的菩提果位。因为智慧是成佛的主因。因此，应该远离对灵、所、物这三轮的执着，来使头前五道拢融入智慧道之中。修学经十四法分四种，观察意识离舍去，无讲菩萨过失，远离贪欲，无讲粗话。观察己惑而舍弃，若不细察己迷惑，以法习相行非法，是故恒察己过失，断除其事佛子行。
家己接触到一个实体，对产生迷惑甲烦恼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只要家己反省检讨，观察内心，就会当知影。当家己的内心升起愤怒的时，只要看到家己的心，就会了解。因此，咱要经常反省自省，观察家己的内心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 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，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仅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。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。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。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。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自信清净人缘成，安住十方吉祥沙土中，诸佛正法僧切生者中，定力一切愿我等吉祥，佛现用意成就佛，慈眼得佛，善名声得佛，一
借一尺光大明成佛，如须弥山生利宁的佛，垂念一切众生命的佛，为利吉祥名称祖愿佛，今闻生命增大增吉祥，吉祥八大山是金顶礼。文殊童子举得金刚手，圣观自在护住此世尊，地藏菩萨并于处盖章，圣尊普贤菩萨虚空藏，青莲金刚白莲那切树，如意摩尼宝剑日月轮，十善标志吉祥殊胜等，八大菩萨勇士金顶礼。圣宝三吉祥黄金玉，如意宝瓶月一妙莲花，月音海螺圆满吉祥界，不朽圣创自在金轮宝，殊胜标志八圣吉祥宝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今夜喜女生中即增香，八大吉祥天女金顶礼。八幡大自在天边如天，千亩地势一尺过天王，天王各持天宝物，本三叉戟短枪金刚杵，琵琶八剑宝塔神八窗，三界增上山庙御吉祥，世间八大护法金顶礼。诸事业，一切障难恼恨悉消灭。